经典粤剧《帝女花》65周年专业版将于7月28至30日喺威尼斯人剧场上演三场，演出新闻发布会5月31日上午喺巴黎人举行，一众嘉宾及剧目团队代表出席。该剧由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策划，是金沙中国表演艺术计划澳门巡礼2023系列的项目之一。三场演出邀请不同年代演员参与演绎，每日均有不同组合。金沙表演艺术计划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开始希望布局的一个提升和推动澳门文化艺术的项目，用粤曲粤剧来到作为我们其中一个最重头的表演，作为我们这个计划的开锣，我觉得是相当适合的。这九个环绕着《帝女花》65衍生出来的九个项目，我们称之为九大鬼，我们都是本着跨界、创意、时尚、互动和传承这几个宗旨，就设计了九个项目的。我们希望这个演出在澳门可以获得澳门观众的欢迎，也都希望将我们这九大鬼的项目向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到推荐，也都希望将来有机会来到澳门是演出这九大鬼的项目的。金沙中国表演艺术计划明年演出项目亦已开始策划，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地去推动澳门的文化艺术的表演，令到大家观众呢是多些选择。现在我们是已经开始策划明年的项目了。经典粤剧《帝女花》65周年专业版门票将于6月9日起透过金光票务及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更多演出详情可浏览官方网站。